花朵，然后去酿造七七49天，所以是需要很久的时间，我们才可以拿出来吃，才会有那个味道。七七四十九天。对，不改搞笑风格，边拌面边说冷笑话。网红团体再不疯狂，就等死。创富业开冷面店，特地找来港星钱小豪站台。我跟小豪哥有一起环台两周做公益环台，其实在这两周建立了很多革命情感，还有一些特殊的感情，还有激情。10多20天那个我们共同进退，还有很新的感情。往餐饮业发展，面店装潢也很讲究，走工业风，挂满宣传照，还有拍片道具服给粉丝参观。团员贝可怡身兼多职当店长，坦言开店跟拍片差很大。否西说：“哎，来，我们来演着，给我们剧本，然后我们就照着剧本走嘛。”对，然后可是开店不一样，开店是你要一直在花头，就是思考，一直在真的睡觉都没办法好好睡觉。开店作业准备半年，团员个个忙翻天。网红跨足新事业，行销成功的还有。这是江里的酱料包，是有颗粒的哦。大胃王芊芊常常直播吃面，累计超过100万人次观看。从美食评论到卖面，直接和实体餐厅谈联名。麻香面线搭配蔬菜点缀，零售千拌面一个月卖上万包。网红经济不容小觑，用联名或自创副业提高品牌知名度。三线王玉书、黄静怡台报道。